他犯病还有机会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给我亮徽章了怎么办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画他号吗？他这样号，还有嗑药，这后面已经在挨打了，赶紧去。这还有个人头了。还有个人头了，嘿，舒服，拿到人头，这的话亏死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成功与失败分别在于一头。死吧，死了有红 buff。哎，哎，我操！砸一下，走了，赶紧走了，赶紧走了。又顶他啊，就开始顶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顶他了，又顶你、哦、你没脾气，还亮徽章啊，你都这样了还亮徽章啊、再顶你，打不死啊，一个 WQ 打不死，我们不能打把他打太残了，太残了他就回家了，你知道吧，让他觉得我们没伤害，然后我们出其不意给他一套，晕住，在 A， 打不死，在 A， nice， 差点 A 错，没关系。想吃不给，不给吃，这炮车没吃到，气死了，要跳来嘛跳。A， 我有要你没要，怎么样的？要点了吗？折磨到了吗？打一下走了。哎，哎，算了，停他一下。这里就给他敲，让他自己动手，让他自己动手，让他给他，让他自己动手。二连，眩晕，死定了。让他自己动手，他会急的，他一套就给完了。我一个平 A 骗出了大招，我平 A 都没用，我就敲了会钟，把他什么技能都骗出来了。你后期厉害。情感四了，情感四不想玩了，这情感四摆了，他应该在和对面打野吵架，是你的问题，主要是三级的红 buff， 送个红 buff， 没人，这争吵起来了，我操，争吵起来了，是啊。将他们冲散，他不动了，他不动了，下路还说我的问题，好委屈啊，金刚影真的委屈，我从真的，我要是他那个视角，我也觉得委屈，妈委屈啊！让他和下路吵起来了，打野没去下路送波大的，就说排到我这种死一次就投的，好脆啊！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帅，他和怎么和我们蓝枪吵起来了呀，哎，他怎么和我们蓝枪吵起来了呀，不对呀，这蓝枪为什么要去攻击别人，控制抵消，嘿嘿，我没开大招，再来 W， 这个应该能杀吧，摸一下，人头还拿到了，委屈啊，金刚影！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先顶他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他把饼干磕了再说。擦眼，进这个场。那换，死！想杀我不可能。
你再来一个人我都不怕。想吃炮车吗？想吃炮车吗？想吃炮车就给一套。走，不追，进场。哎呦，哎呦，放大了是吧？就站这个槽里面，打个了二连，他没有闪现。哎，跟他站撸啊，跟他站撸，开大招，站撸，来来，喜欢路西恩，不想回，我引燃好了，不想回，我看有没有果子，顶他一下，哎，不要打二连啊，不要打二连，我就站这里，再顶他一下，就顶他，等会儿他下一波死了，死了，二连，挂个引燃。不会打我了，不打我就行。把顶开，顶开。干什么呢？再摸他一下，再顶他一下。可惜了，这波还是被换了。蜘蛛伤害有点高啊。不吃，哎，就这样。你跳，你跳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只要我不吃，你就吃不了。把个气死人！啊，走了，不去了。蜘蛛是不是在下？蜘蛛在下。再来个 WQ， 把这个打出来。顶在墙上，掉闪。没有闪吧？他有闪的呀。就卡你视角，卡你视角怎么了？天晕，回家，都得死。哎呦，死去吧你！失误，顶一下，我要拿个头。但是这波我不确定他们谁在下路，那自己走上来了。先走。你先杀你吧，就杀你，开大招，不要给机会啊，免得蜘蛛来了，我先开大招，还敢来找我。开大招解控，来来找我，二连，没关系，杀不了我的，杀不了我卡视角，我不去了。啊，你看这一波，你敢来找我，我还没有回家的。Nice， 有助攻吗？是，我的。他、啊、等于说要杀我啊！你要杀我，你找不到杀的，你要杀我的，你要杀我，你什么闪现还敢来看我一眼？干！哦，这一下给我打的有点快，好厚的影魔刀啊！下来一个死蜘蛛快跑快跑，追不上我的，哎呦，吓他一下吓他一下将他们冲散。先把他杀了，不着急，你给我跑，你跑得过我？哎呦，好像真追不上了，坏了，真追不上了，这不太好免。你是不是膨胀？我是谁？战神。
哎呦，结束了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